陆昭瑶，你见过被剥离出来的心魔吗？没人了解心魔，就连我自己也不了解。可我却发现了我自己体内有另一种力量。 我可以吸食人类的恐惧，放不出去，放不出去，求求求求求饶我们，求求饶我们，怨恨，人民吗？我把你当兄弟，你竟然在背后捅我一刀，以及愤怒，你休要羞辱我等，放开，放开。 就像在秦千贤心里吞噬他的杂念一样，我把这些情绪融入到我体内，它慢慢让我变强、长大。江武就出现在你面前了。你和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其实一点都不关心，你从哪个地方，因谁而来？ 我想让你知道，我是因你而生的，小红毛，你出道时间短，入这江湖也就几年，得到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摸爬滚打凑起来的，所以可能没有前辈教过你。做人不要太嘚瑟。我真的好喜欢你。 就连你生气的样子，我都觉得那么可爱。